老公啊，吃饭了。你选哪一个？我肯定吃这个呀。那你等我吃完了你再吃啊。行了，好，你吃吧。哎呀，这个鸡腿好。吃这个好吃的，嗯，这个我也。
吃了啊，鸡蛋你也不吃了，肉也吃了。吃饭了，你要吃哪一个啊？哟，我肯定吃这个呀，还有这个。又假的？滚！这是干嘛呢？哎呀，给你留个好吃的吃。
我吃这个。怎么天天上当啊？哎呦我的妈！